伫春节假期开始进前，民众一定爱做的就是摒扫厝内工作，希望以清洁风貌来迎接新的一年。为此，县府环保局也特别来提醒民众，一定爱提早来将粪扫整理好，因为基本上县内十三乡镇市清洁队初一甲初四都也未开始收粪扫。今年春节期间总共有九天的假期，在这边也拜托各位在过年之前这个垃圾清运的工作，希望大家能够配合我们乡镇公所的一个收印的时间。然后因为各乡镇公所大家在原则上他初一跟初四都不收垃圾，对，初一跟初四这段期间都没收粪扫，除夕的最后的收印时间也都不一致哦。另外，过年前相信有真侪民众也有要迁运，亲像是家具顶的大型粪扫。对此，环保局也特别为即马开始开放，予民众来申请收运大型粪扫的服务，并统一规定伫正月二十号，清洁队员就会前往民众厝内倒摒大型的粪扫。所以，在这边我们拜托各位乡亲能够特别的留意我们整个收集的时间。那今年我们各乡镇公所也特别会由邻里长的部分做一个夹报的方式能够了解到整个各个清洁队他的整个收印的时间。环保局也强调，停收粪扫时间规定有一挂乡镇较无相同，请民众会当详细来询问在地公所。另外，即使过年假期有交工这么长的时间，但基本上为初五开始，县内各乡镇市的清洁队就会开始进行粪扫收运的工作，请县民会当来配合。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